站住别走，我要送你满天的星河。我是月月，自从你们发现了这玩意儿，爱的我的人呢，那是一个接一个啊。我寻思糯米还是差点意思，于是给你们想了个更撩妹的做法。蝶豆花遇酸变紫，雪碧是酸性饮料，同样可以胜任柠檬汁的工作。大家知道乳酸钙和钙粉的区别吗？两者和海藻胶配合，正反都能球化。但是反向球化，如果你用的是钙粉，你将知道什么叫苦的怀疑人生。金粉千万不要想着多加，不然就只有锌没有核了。使用锌锌也很简单，根据我和我厨房的经验，我只需要想办法让金粉和水凝固，再用模具整出星星的样子，一颗颗小星星不就出来了吗？均匀的放入星星后冷冻，再整个蓝色的一起冷冻。 Day two， 海藻胶和纯净水和和匀，静置消泡，脱模后给它修圆，丢进海藻胶水里，包膜成型后再放到纯净水里，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完美的水晶球了。你是不是很奇怪紫色的去哪了？在这儿呢，小傻瓜。就他这不上镜的样子，怎么能进得了我的封面？其实这玩意儿我6号就开始实验了，用食用星星散片，它会融化，自个儿画星星，它会很丑。大大小小的球尝试了无数次，最终都以失败告终。中途还忙着搬家，调整完所有配方，总算给到你们满天的繁星。由于此颜色深得正心，接下来打算开展一个星空系列，敬请期待吧。这个我要怎么吃？你别笑。干杯，再见。